中华美食博大精深，种类丰富，地域特色鲜明。例如在广东，烤乳猪是一道特色名菜，但这道菜并非现代才有，而是古已有之。在广东地区的古代墓葬中就出土过一套用于烧烤乳猪的炊具，请问它是以上哪件文物呢？这件文物我之前在广州的南越王墓博物馆拍过，所以有印象。 A 的话是一件战国时期的器物，所以排除，然后 B 的话是烧烤用， D 的话是出自湖北的曾侯乙墓，然后它是用来煎鲫鱼的，所以选择 C。 A 选项的这个炊具的样式它比较适合做烤物，它有两个金属制的链条在旁边，它至少也是被悬挂起来然后烹饪一些食物，那么悬挂起来的话那下面应该会有火吧，所以我想着应该是 A。 这道题目正确答案是选项 C。 祝贺，有20位选手回答正确。这道题呢，我觉得首先要观察器型是不是烤乳猪，首先看它得有火哈。那么这四件器物都有一个烧火的可能性，比如底下有称灰盘，上面的盘底啊，还有那个小方孔或者长条形的孔，这样的话把木炭放进去以后它那灰可以掉下去。那最后我们看到第四件哈，它是上下两个盘，底下如果烧火的话上面那个盘其实也是可以烤的，但是为什么是烤乳猪呢？是因为还有两个东西要关注到，一个就是除了铁钩烤炉之外还有一个叉子，那个叉子可以把它叉起来，再加上南越王墓出土这个炉子四边啊有四个小乳猪，把这个乳猪跟它联系起来了，结论呢就是这个南越王墓的这个出土品是烤乳猪的。古人的烤是非常丰富的，先秦的时期就把这个烤的烹饪方法称之为炮，烤的方法比烧的方法出现的晚，烤是利用火的余热来烤熟食物，所以它这种加工方法比烧的方法要更加科学一些。烹羊泡糕是中国饮食文化当中的一个传统，在甘肃嘉峪关魏晋墓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幅壁画，描绘了距今1700多年以前烤羊肉串的一个全景。马王堆汉墓当中的浅册就有很多烤肉的记载，无论是这个肉肉、猪肉、牛肉，无肉不烤。我们的饮食文化里头，像烤肉这个东西，在北魏的贾思勰的《齐民要术》里边，它有21种制法，而且那个制法很有意思，他会说，比如说那个棒制，他提到说，你把那块那个肉呢，就是在火上烤，制一制，然后呢，一面熟了之后。烤好了的这一块要赶紧切下来，表皮那个烤好了的部分先切下来吃，然后再接着烤。用这种烤法制出来的这个食物呢，他用了一个词我觉得也很有意思，他说含姜华美，这符合我们今天对烤肉的最高的要求，就是它是熟了但是它还是嫩的。说的我们都觉得仿佛听到滋滋作响的烧烤，闻到了肉香四溢啊。